对自己好没必要。说完了推完线，帮我看一下蓝 buff 吧，打个花什么的。感觉怎么太阳都进蓝了样子。他们中下过来，你们要过来啊、哦！你看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要过来。龙王来守，龙王应该还好。走吧走吧走，慢慢打慢慢打，等中等我们中路，等我中路来可以打。走吧，剑姬来剑姬来，一起走一起走，剑姬来了。电梯在河道那边，看 F6 看 F6， 我来一起走。过来过来打他，打他打他打他。你在干嘛？要逼我杀你是吧？给你贪的，吃完我的蓝还想再吃别的，老弟，你太贪了。真的贪心啊！没闪了，没闪了，电击没闪了。哦、我还要贪呢，我不贪，掉一下走了。哎呀，还是要死！哎呀，我贪了他的队友，没贪到，可惜了。走吧，走吧，你走你走吧。妈的，操！但其实他还是蛮炸的，还好。万号没大的，万号没大的。刚算别人自己贪了，也正常，正常，贪都都贪都贪。上面打野可能在，刷路小心点，没视野没视野。出穿了鞋没有吸血，后期最后后期有银血剑的话可以看的话，野区剑姬对于我其实他很难博弈赢的，他野怪太容易被我偷了。对，像这种偷他野怪人家没脾气的。W， 这里要等 W 完了再那个，先跳走。哎呀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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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来狗了。我说博弈，能来打一下吗，兄弟们？我来打一下，你把 AD 杀了吗 ？AD， 打死 AD。
哎，五个人吧。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你发育去吧，发育去吧，先不没了。不好抢，走吧，走。不好打了，兄弟，是吧？还是比较难打。他们这种看就知道玩的不是很差。看能不能拿下吧，尽力。这把要出破盾，因为萨米拉带的有屏障，萨米拉不带屏障的话，其实吧，我可能不会出破盾。但萨米拉大概率要出盾攻也有可能吧，我不知道现在萨米拉怎么出动。但他带个屏障，其实出破盾就是有，就算有收益的吧。真是有点意思啊。不是，剑姬是他们吃的最菜的一个，说实话，也可能是一线五变态了。一般来讲，打野是这种车队最厉害的一个才对。点塔，点塔，你去点塔，看看打你打。蒙多下来了，不是那个下来了，那个中路又在动了，上去，上去。按理说，一般车队来讲都是打野最厉害的。那个赵信也是个意外，好吧？可能遇见我就降智了。说实话，可能遇见我降智了。龙王没虚弱了。凶还是有点凶的，可惜他还是很菜。整个凶还是感觉挺凶的，但没什么用。上面走，上面走，全上去了，全上，龙王也上去了。龙王一直动着，你别压线了吧，要不你们来装龙，这样的话你们无限死。他去一次，嘎一次，来中吧，来中吧，别上去。他出装也是有点稳，说真的。他这样全是生命值装备，一个冰杖加生命值，一个面具加生命值，很肉。你们往里面挤，我来卡糖，我来卡糖，我来卡龙王。还行，这把三龙压力倒不太次。好弱的万豪啊，这都秒不了他，真的头痛。
这万豪都能抱我抱进去，差点抱出事了。听得懂？大龙，准备往大龙走。吃果子，没血吃果子，没血吃果子。来个人扛。等他们进来送，等他们进送，来我这里蹲。继续进来，打了，扛，死了牛头他进不来了，真进不来了。扛龙啊，再进一点。看着推吧，推多少是多少。把中上外塔先推了。你们中路别打架最好，我不在，您看得来啊，我不在，打不过就撤，我不在的啊，我推上，我再往中赶，中了倒可以，他们撤，撤了你们就继续推，反正别追他们就行了，一进我退就行了，再推一会儿吧，等别逼了，蒙多直接开大回血啊，你这种直接开大。多推个二塔就多赚个二塔了，牛头在我这儿，走吧 buff 快没了，你们推完差不多走了，这样的话，这波大龙其实推了很多塔，很赚了。我买个金身了，感觉买个金身我可以跳进去 AD 了。买一个吧。有没有只野怪呢？算了，还是买一个吧，万一出问题了。主播也是人，我也会出问题，还是买一个吧。如果这波买银血剑的话，感觉有一点点风险，万一打了的话，勒他一下就跑，下去抓一下，下去。眼排满了没有啊？你这。眼排满了，等一下大龙来个睁眼，能带睁眼带点睁眼吧，我这回家应该银血剑够了，过了出来再打后面，能这个眼的给我，这个眼给我，我来拍眼，给我，眼给我，风景眼给我，来给我这边，给我这边，来这边，你往拐角草走吧。用线线冲过去，下面别打，
服从性的，给我 A， 给我 A， 给我 A。先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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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别急啊！哇，你打的有点着急啊！慢慢打啊，大团，不要这么急，不要这么急。他不一定打得了这场。不过龙王打那种太快了，龙王这个英雄还不好说，我没上。来，风女我俩打了，我俩打，他们不打我们。等会儿再打，等会儿先别急，你可以往后站，跟我在这里等蹲吧。你往后站，你往后站，你往后站。先别打，我没大招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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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招。蒙多，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过来，蒙多。你进龙坑，你进龙坑，吃个果子，然后你进龙坑。吃完果子，你进龙坑，直接开扛就行，扛龙就行。你们去大楼，你们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不用管我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中左小心，中左小心，这龙已经偷掉了，别让他们打到远古龙。慢慢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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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他们蹲了，往那边慢慢靠就行了。他们要抓龙了，哎我日了，刚好有一下好子，不过龙我抢到了，应该受不了。有远古龙，打他打他，有远古龙没事。龙都应该，好像已经杀不了他。远古龙你自己看操作。他们拉死了，我去杀外跑，你们推，你们推，万豪回不来了，你们推就行了，他们少个人，万豪回不来了已经。你直接上打，直接走了。还行吧，挽救于两把，好吧，超神了嘛，这个。